不到300元如何整一台 3D 打印机。很多粉丝想入手一台 3D 打印机，但是手头预算有限又不想浪费钱，那么预算不到300如何搞一台 3D 打印机呢？没错，你只要在某鱼上搜索小树这个 3D 打印机，有很多不到300就能买到。这时候会有粉丝说，我买一个新的它不像吗？首先你要明白，这样的 3D 打印机肯定是用来练手的，到你熟练的组装并掌握了 3D 打印之后，一般会有两个选择，卖掉它，从此不再接触 3D 打印，或者是买一个更好的 3D 打印机。所以该怎么选择你应该知道了吧。